Mojo Spy, Moj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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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y, Moj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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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y, Mojo Spy. Let's go. 这个世界五彩斑斓，真真假假迷惑我们的眼，用你的心认真去看，发现真相就在不远。Hey you good or bad， 真真假假逃不出这心灵的火焰，带上你的所有勇敢，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。Mojo Mojo Mojo Spy, Moj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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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y, Moj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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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y, Mojo Spy。暴雨来袭，坦塔罗斯的遭遇确实很可怜，但这和变异的金丝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它散发出的光好美好美呀、啊！是啊是啊，感觉被这光芒笼罩，心情也变得愉快了。这是我家祖传的一条双子项链，名字就叫坦塔罗斯之坠。它所散发的和谐光芒，能让人的心情变得舒缓平和。双子项链是由一种奇异的金属制成的，其各项属性都与被异化的金丝猴恰好相反。是的，我也研究了他们两者的各项属性，正如你所说的，他们的属性正好互为矛盾。之后我开始试验用项链来帮助金丝猴恢复，但结果仍然一无所获。博士，你刚才说这是双子项链，那么另外的一条在哪里呢？坦塔罗斯之坠的另外一条由我的孪生弟弟暴雨佩戴着。哇，原来还有一条项链，另外的一条也是这么漂亮吗？我弟弟暴雨的项链与我这条外形上基本一样，但他的项链却散发出如同黑洞般吞噬一切光明的力量。也许是因为受他所佩戴项链的影响，暴雨从小就很淘气，让所有人都很头疼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，现如今也不知道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到底在哪里。两条项链同称坦塔罗斯之坠，或许分别代表了众神对坦塔罗斯的宠爱和他自己的贪婪和狂妄，也就是说两条项链是相互对立的。春风博士项链的属性与被异化的金丝猴相反，所以异化金丝猴的奇异力量一定和另外一条项链有关。所以只有找到我弟弟才能解救金丝猴。小侦探说的头头是道，看来金丝猴有救了。乐天真是越来越像个侦探了。我看我们马上去和韩队长汇报一下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春风博士的弟弟找来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下有救了。根据可靠消息，这次金丝猴异化事件与光明之眼有所关联。自从上次我们阻止了光明之眼的计划，他们的犯罪手法就越发的残暴和狡诈，所以这次情况十分危险，大家一定不要轻举妄动。在座的所有人都听清楚了吗？博士，出事儿了！火星，不要单独行动。司马刚。你快把小李送去医务室，我们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。好。
抓犯人。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。我没必要听从你的指挥。这次情况紧急，草率出击很可能踏入光明之眼的圈套。我作为一名警察，有义务保护所有人的安全，所以在敌我情况没有确定之前，所有人都不能轻举妄动。博士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没想到居然是暴雨。啊，暴雨。刚刚我正在进行数据整理，突然暴雨闯了进来，警卫员小李急忙上前阻拦，但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急忙上前，没想到他把小李丢在一旁，然后掏出猎枪逼我交出金丝猴和金色双子项链。我冲过去想夺下他手中的猎枪，一不留神被他打晕了。霍星，现在疑犯已经拥有两个项链，光明之眼也在一旁虎视眈眈，我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？你好，我允许你去追击犯人，但是必须有司马刚和陈侦探陪同，并且得保证要听从他们的安排。只要他们不拖累我，我可以带他们一起去。我是绝对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。他的性格真差。他也是破案心切，原谅他吧。好吧，希望你们能把他安全地带回来。这次事件真的非同小可，你们也要小心行事。队长，您就放心吧。陈侦探，我们走。等等，请带我一起去吧。我想劝劝暴雨，让他回心转意。谢谢。齐乐天，这次的情况太危险，有一个霍星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，所以你们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在这里吧。我说韩警官，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春风博士受伤之后变得很奇怪了吗？哦，哪里奇怪啊？春风博士是一位不拘小节的邋遢科学家，可是我发现他受伤之后居然把自己的领带整齐地打理好了，发型也整齐了很多。再有，春风博士本来是个高度近视，可是晶晶递给他眼镜的时候，他却叠起来放进口袋了。还有这两个巨大的培养皿和之前也稍有不同。哦，哪里不同？记得春风博士之前说过，两个培养皿是防止营养液过量导致营养液溢出才相互连接的。但现在金丝猴已经不在培养皿中，另外一个培养皿中的水位却升高了。我怀疑营养液中有可疑的物体混入。听起来确实很奇怪，但如何才能知道培养皿中到底有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打开它。不是说过营养液很珍贵的，如果不小心溢出代价惨重，我们起码也要等它回来再打开啊。现在情况紧急，顾不了那么多。又一位春风博士。奇怪，春风博士不是刚和老舅叔叔一起出去了吗？恐怕这个才是真正的春风博士，而刚刚和老舅一起出去的那个人一定是暴雨。坏了，老舅他们有危险，必须马上通知他们。司马刚，司马刚，我是韩家威，听到回答。不好，他们肯定离开通讯范围了。特别不想一个人孤单寂寞，当时人生难免会有些不快乐，告别经典总是让人觉得失落，看看明天在地平线向我招手，每天就在日升日落。
抓紧时间幻想更多，期待生命中每秒每一刻。光明亮的眼睛在闪烁，迎着阳光的笑容，踏过草丛中再见站的路口。可怜的小宝贝儿，哎呦，特别是你，转为瑰丽的琥珀吧。